这还有一只呢，好小，看着看着好小，这边的近一点，人一来就走了。那边有一只我看见了，等我这水比较浅，我们下去逮，用手去拿棍儿。什么东西啊，牛啊，练手法用手，用我的右手，灵活的右手，我的右手特别灵活。我看见了，就在这里，他眼睛那么光，哎，好小，哎，这么小，不大，一点点，我不过去了，在那里趴着呢，头抓着，扯淡，网都弄不到，哎呦，这里还有只鸟，它刚刚从窝里面离开，里面有蛋吗？应该没有蛋吧。他晚上还睡他的窝，没有蛋吧？赶紧走一看一下。哎呦我靠，这里好深的，没有蛋，没有蛋，走吧，这里有一只，赶紧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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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太深了，有经验，没有这个才二两都没有，这个有点漏水。赶紧走，走吧，咦，做牛啊，野猪呢？哪来的野猪？那是只猫，野猪，野猪那么胆大，啊，这个，两只。已经逮了两只了，两只差不多也有一斤吧，沉下去知道了。看这边，哎呦我去，这里有一只跑掉了，这边的牛蛙好精呢，人一来它就走了，这里的好精，这里有一只大的，我听见声音了的，但是它特别精，人一来它就走，它没能追，根本要能追，还本来有三只的，不过有一只在沉在水底的，看不到它，没闻到的。再搞条蛇不搞，这边的好精。这边有一只在叫唤，我听见了，它在嗡嗡的叫。好新鲜。沿海老板，对，沿海老板来了。中超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要下雨吗？没有，下了一点点。那个牛蛙呢？不见了。算了，看一下笼子吧，看笼子就走了。这里，哎，又在叫唤，声音还蛮大嘞。用来打牛蛙就不动它了。是的，我就是凭着这个我去逮的。看这里有没有龙虾？这狗屁怎么龙虾一个没进呢？不应该啊，我去！没在打，不应该啊，这有点让我失望了。怎么一个都没进？不应该啊，难道搞光了？没那么快呀、啊？这搞个屁啊，就两只，这么少的吗？这么少的吗？昨天还那么多，今天只有两只了。昨天下的那个地方呢，今天就继续下这样。两只牛蛙一会儿下去，关键他们一会儿就下去了。
好嘞，他吃饱了，今天已经吃饱了，这笼子就。